我清不熟，他们说越修越多，我也没敢修，一会儿直接刮刮。<笑>我弄过来多少人，我出了点点子价，我都没有扎起。我已经我不穿袜子了，我不穿袜子了。我也我也我也，我也穿，高跟鞋穿，我不扎长高跟鞋，上门穿的，那就是干活的时候穿袜子。 但是好几年都没有犯过，补了嘛。你我那两天不来，我那两天脚很痒很痒，我都没去做去。这两天很痒，我吓得我了。我这个可能。那我前天才才犯。嗯。但是两天不去。前天要要要盐水好泡。嗯。现在慢慢盐。 泡完泡了好久，泡了三包，还有用一包搓搓。哎，滚！啊，搓搓，好的，这样吧。嗯，天天搓，天天泡。嗯，我的脚啊，应该普通一到脚气，然后脚么子哦，有缝缝隙可大哦，有了那种，那是来拉的那种。 嗯，那一毛钟一刀切。我脚嘛，这都是扎的。哈哈。看你那养的了，真赚了。嗯。你接了那养的了。你刮毛，你那个刮毛。毛收了。差点了吗？不是这个位置。嗯。